好，大家好，大叔 Pizza， 10月17日啊，早上11:39。咁啊，10点嗰阵啦，维护完啦，咁啊出咗新嘅词。我原本今日只系谂住抽呢个光辉军团精选嘅，因为按官方嘅公告咧，今日出呢个光辉军团精选啦，同埋五代嘅自选词。跟住望一望一望，咦？个自选双噏都出埋嚟嘅，因为正常按个次序就好似系本身今日出嘅，但系又唔知点解官方又好似曾经公布过24号先出。Anyway。抽咗呢个先，抽咗个自选词先，跟住剩翻睇下几多先抽埋呢个光辉，因为我未有卡洛利安嘅。好，抽个自选先。抽自选之前睇下先，我再 double confirm 下自己剩几多圣魔剩先，叫咩啊？嗰个叫阿旅途的纪律。好，我距离38000尼亚拿皮肤仲有19000几。好嚟。抽啦抽啦，我要抽格伦希尔。好，直接只显示未获得英雄啦，就呢抽嘢啦呢度。我上个次都已经冇抽阿尔法哥精选噶啦，咁啊留力呢度，格伦希尔、萨格尼，好嚟。咦，我上个次如果抽埋阿尔法，呢度再立埋卡尔里安，再用个1000、4周年嗰個自選包拎埋超越之人就齊曬嘅咯，所有英雄。啊，幫埋新嗰啲未啊？哎，唔該唔該，抽抽抽抽抽，奶。好，格倫希爾，舒奶。嗯，阿迪特。Oops。203040咁啊，由於我未有格倫希爾啊，所以我醒覺者個生命傷防基本都未戒。但其實玩 PVE 又冇乜所謂嘅，即係你玩 PVE 醒覺者呢類型，你有開解咗智力，基本就已經好夠。呢70啊，死啦冇數到添。不過抽格倫希爾最主要唔係解醒覺者嘅生命傷防基本啊，最主要係因為格倫希爾真係好勁。嗰陣初出嗰陣，我抽唔中格倫希爾，好似抽咗抽定三抽嘅 SSR， 我都唔記得，但係總之就唔做。好似保底啦，唔保底都90啦，應該。90。好，嚟啊，格倫。可是啊，虽然萨格尼我都想要，但系好明显梗系想要格伦希尔多啲啦，可惜可惜。啊，策略如何好呢？
我賺一萬，嗱，我有哲學可以用，哲學嘟嘟嘟嘟的哲學嗰度四差嘢，嘟嘟嘟嘟哲學，因為個鏡蛋皮都幾靚嘅，咁點咧？抽多嘢啦，嗱，嗰度預3950聖魔晶啦，當個哲學皮，咁啊，即係我要抽大概50抽停一停。再想決定抽不抽，如果未中的話，好嚟。咁啦，都冇乜好選擇啦。伊良阿爾法同卡洛里安分別都喺精選池裏邊會出現過，超越之人從來未出現過精選。好，嚟抽50抽睇睇先。40看看個聖魔精量先，現在抽40，38800減31540，7260，再減3950嘅乜乜哲學，即係3310左右，3310除以880，即係可以再抽多30至40抽到。好，抽多30至40抽咁樣先。而家第50抽，即係我可以抽到80抽 ，OK。第60抽，哇！咁黑仔，一下下都冇底咁嘅相。70，哇！上面格林希爾啊，都係。上面的走馬燈我現在是要抽多嘢，加多嘢都是講緊加多個哲學都未夠，我要再抽多嘢先夠。第80抽，抽埋佢啦，抽埋佢，唔好谂，捉翻埋个宝底去啦。我可能哲学嗰度好快又中咗皮肤咧，系咪先？哇，两年宝底啊，美美！哇！雷恩法老师啊，好邪恶啊！上边雷恩法老师断估都唔系自选 pick 出嚟啦啩？等呢个衰气过咗先。好嚟啦，格雷希尔，估唔到个光辉精选出唔使抽啦！啊，估唔到两年法保底，喊出嚟。做咩啊？望住我系咪？我两年发保底啦，第一发唔中自己想要嘅嘢啊！
啊，你老尾又唔中自己想要嘅嘢啊！衰王嘅系咪先会？啊！我哋再会啦，格伦希尔。估唔到咁都闹你唔到翻嚟，唉！原本我谂住仲有啲闲力可以抽埋呢个精选嘅，唉，结果冇啦。我而家距离38000圣魔精仲有2000嘅目标，咁啊，一定用到啦，因为嚟紧次鹤皮镜探嗰个都会系啦，都会攞嘅应该。好啦，咁啊，感谢收看，咁啊，祝大家唔好好似。大叔，你又唔可以講話好差嘅運氣，兩次保底，雖然但兩次都撈唔到個撩，不過想要嘅嘢就下次啦，唔緊要再下次。好，感謝收看，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